来 PK。哦吼！第一轮计算题。我就气，我赢不了你。20、48、40，写完了。嗯，这么快？妈妈，怎么光写乘法了，没有写加减法呀？我没来计算呢。第一轮彤彤胜，第二轮伍子棋。纷争开始了。走吧。1、2、3、4、5。Nice。来，第二轮。同的提议高潮过，你看怎么着也是我输。行喽，妈妈再来。不玩了，老是输没意思。我要做小实验喽。妈妈你看，我给你做一个会跳舞的小蛇。彤彤不但学习比较认真，而且探索欲特别强，这不自己又动手做小实验了。咦，小蛇呼呼。妈妈你知道是什么原理吗？是因为声音传给杯子，杯子会震动，就让小蛇跳起舞啦。你从哪知道这么多的？是百科故事呀。做完小实验收拾一下，顺便整理一下我的画册。看彤彤画的画总被老师夸奖，说彤彤想象力非常丰富，色彩搭配得非常完美，常在班级展览呢。收拾好了，咱俩还 PK 不？还是算了吧。